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次介绍咧就系麦当劳嘅开心乐园餐玩具，超正啊呢啲。咁啊换咗其中一款，个纸盒都好靓添，你睇下，超正啊！咁呢个系超出名嘅品牌嚟嘅，专出一啲游戏嘅 board game 游戏。咁换咗一 set 呢一个公仔，拎翻屋企开俾大家睇。玩快翻到屋企啦，咁咧就系咁样，系一个姐姐嚟噶，背面咧就系咁。咁呢个中文译名咧就系生命之旅。好啦，拎个公仔出嚟先。咁今次个设计都几特别啊。咁其实佢啲 board game 咧都家传户晓噶啦，好多人玩。背脊咧就有个转盘，咁要 fix 死咗嘅。咁可以一个可以扎色仔咁样啦。另外咧侧边有个盖可以打开嘅，我打开俾大家睇一睇。OK， 打开咗啦。咁入边咧有几张纸，咁有呢个说明书啦，就讲呢个转盘系点样转嘅。除此之外啊，背面咧就系、再讲一次啦，就讲几多人游戏。咁呢个棋盘有一张纸，打开俾大家望一望。背面咧就系咁嘅，白赖晒一边。另外呢个就系咁样啦，有起点，有终点，有暂停，有罚停赛，又可以扭多次。呢四个咧就系、个棋啦，四架车，四隻色。咁我得闲迟啲约埋啲亲朋戚友一齐玩咯，转下啦。行个大运，咁今次咧介绍就系一个啦，睇下之后会唔会买到其他，因为中间有好多款咧都冇买到。好啦，就系咁啦，我哋下条片再继续介绍其他嘢，拜拜。